佛跳墙，里面有海参、鲍鱼、花椒、鱼翅，海参，干杯，还有一个鲍鱼。满满的馅料，特别丰富。馅料特别的足，里面看，满满的全都是馅料。生腌小青龙，玫瑰花鹅肝三文鱼。上面的玫瑰花是用鹅肝泥做的，再一个芒果三文鱼，牛油果三文鱼，芒果三文鱼，软糯香甜，有水果的甜味，又有三文鱼的香味，芒果、牛油果、三文鱼。